唱啥呢？《西游记》啊。嗯，温故而知新。哎，你看不看网上说的？说2024年的唐僧没想到经历了第82难网暴，果然有这个意思了吧？说那个菩提老祖才是师傅，说不像那个老秃驴，不是他妈一会儿渴就饿了，烦死了。年纪大了，尽量别看《西游记》了。有了孙悟空的烦恼，猪八戒的肚子，沙和尚的发型，唐僧的唠叨，白龙马的工作。金箍棒还不如以前好使，更郁闷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，是吧？啊、吃人参果也能长生不老，那为什么妖怪要吃唐僧肉啊？问得好，很有水平。一个在荒郊野岭里边走的，一个在公安局里边，要你赌哪个？有道理。名著就是名著，每个年龄段看的话都领悟不一样。你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是不是就感觉孙悟空能打妖精，太帅了？那长大以后再看《西游记》呢？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那是人情世故。你看为啥孙悟空每次打妖精之前都会说一句“我是齐天大圣”，那妖怪要说“呀，弼马温呢”，那就。哦，明白了，那是天上的有人儿，直接上去找主就行。那要不说的呢，那就一棒打死。你看，对不？八十一难取的是那几本书和那几个字吗？无字天书，其实讲的就是经历，人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不都在取经的路上？我刚才花18块钱买辆车，啊，直通车。现在看电视剧太难了。以前的 VIP 吧是为了不看广告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是你必须得办，你不办电视剧看不了，而且办那个 VIP 吧只能逃脱硬广，那广告商成聪明了，不给你放前面，不给你放后边，给你放中间，放松时刻。我看电视剧挺放松的，你这添堵时刻，完有时候吧看的挺入戏的啊，情绪刚给你轰到那儿，完了他笑了，气死人了！那 VIP 一天就给你更新2集，你想多看2集吧，你就得开那 SVIP 超长点映，还得花钱。好不容易熬到大结局了呢，给你整个大结局直通车大礼包啊！小黄车、购物车、直通车，互联网像个大型的 4S 店。现实生活中没开上车呢，互联网上净买车了。一个月光 APP 会员干100-200，我一介平民就看个电视，愣是让你们给我捧成至尊身份了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是吧？平台也得生存嘛，毕竟快乐不要钱，特别快乐总是要花点的，都不容易。但可不可以来个通票？你就一票到底，姐不差钱，你就说花多少钱能看全集大满贯，直接上来你就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直接拉满，你就别小刀慢拉了，求求了，没心态了啊！再说一句，滇水、孤舟、九步，这仨老好看了，你快看吧。行了，挂了。多少度啊？还真热呢！哎，我给你吹吹。嗯？你别吹了，一会儿给我吹感冒了。这嘴大粗。网友不是说了吗？你太能怼人了，必须找个有度量的男人吗？那是那么按照大众点评找的吗？哪个？今天没段子，说个事儿啊。啊，你们一有那个哈尔滨出哈尔滨那个视频，你们就在下面艾特我。你看人家呢，黑龙江的博主都为自己家乡宣传了，你干哈呢？我干哈呢？我去年我就宣传了，我就发了，你们也没去呀。你宣传早了，我宣传早了是不是？嗯，我属于是预判了哈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今年去就对了，去年去咱也没有那待遇，是不是？豆腐脑都出甜的了啊，冻梨都刺身了，这也就不说啥了。听说那东北虎都变成金渐层了，胡三太奶都出来接客来了。辽宁连夜调了一批搓澡阿姨赶赴哈尔滨完成那个南泥北调工程，你知道我这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黑龙江人，真的我这后金痒都直刺挠啊！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吗？攻略啥的咱就不出了，为啥呢？因为你们在网上已经做足攻略了，但是我教你们一个省钱的妙招，这肯定别的博主没教你。嘉禾教你一句话，叫做脸皮厚能吃肉，啥意思呢？黑龙江除了冰雪之外还有啥就美食？哎，你别怕不要脸，你走大街顶，假设你看着啥玩意了啊？你就一句话，记住一句话啊，大哥，这是啥玩意啊？没吃过呢。大哥，只能得告诉你，没事儿，尝尝吧，免费尝。你这口音有点不对呀，多东北呀。哎，不笑的、啊、好吃不啦？大哥，你说，你尝尝吧。哎，尝完好吃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，不买，没事儿啊。下一家继续尝，下一家继续尝，一条街走完之后，你是不是就吃饱了？省不省钱？但是有一点我着实是挺吃醋啊，听说那开劳斯莱斯的大哥免费给那个小土豆跑滴滴，啊，完了之后怕人家害怕，那家伙都夹成苏打底了，那小动静，那可不，还穿大花袄、啊、安娜车贴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等我回去你不接我的啊，怼死你，生气。
如果苦天乐跟你在一起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会啊。哎，你别生气呢，古天乐他多大的流量啊，他跟我在一起，我不瞬间就1000万粉丝啊，到时候我开播卖货，酷酷下单，一年就是一个小目标，到时候把钱分你一半。哦，你意思等你有钱了你分我一半，然后我们俩再重新在一起是吧？嗯，我不跟古天乐在一起了吗？对我不好。你虎啊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你找高圆圆去啊。姐玩游戏呢。干啥呀？要借车呀？借钱。你就多帮我一次呗，要不然我又得管我爸借，还得挨骂。妈，你那是借吗？哼，你爸把钱投股票里都比你强，虽然结果都一样，那投股还有点念想呢。我哪是我亲爹，能一样吗？那你就问他借去呗，反正你职业可老的，识人族呢都是。我这次关系我那个终身大事，那种事情之后吧，你咋埋了我都行。又谁？又谁？我相了个姑娘叫小雪，那他们一家都挺满意我的，但是她闺蜜不太满意。等会儿呢，她闺蜜不满意？她闺蜜凭啥不满意呀？她给嫁妆啊，还是她陪嫁呀？这不上次去小雪家吗，那没想到她闺蜜也在吗，那礼物买少了一份，她闺蜜就对我挺不满意的。谁家相亲还给闺蜜送礼，我没听说过，她咋好意，她还好意思不满意了，那身份证掉茅坑里不知道自己啥身份了，臭不要脸。不，人家也是帮忙把把关嘛。你还帮她说话？哎呀妈呀，杜建放屁，你咋想的？要不行你玩玩游戏，你练练脑子吧，老弟，咱这脑瓜的不咋好使。那啥游戏还能练脑子啊？口袋骑兵啊，1亿的人都在玩呢，这界面看着就舒服，玩起来轻松，不占空间，而且趣味性十足，建筑和士兵碰一下就能强化，不断升级兵种，轻轻松松打造自己的军队，还不用下载呢，小程序就能玩，不占内存呢。哎，看着不错啊，反正现在就得补份礼物让她闺蜜满意些。还得让她满意，她是 ETC 啊，不给她充值开启不了爱情高速啊。以后吧多动动脑子，哎，处对象吧人都给那个月老烧香，你可倒好，那贡品给灶神了。不是，主要是小雪也让我跟她闺蜜送点礼，说搞好点关系，她都把她闺蜜那购物车发我了，那省得我挑礼物了。哎呀妈，真细心呢。多少钱呢？5W。哼，他俩是把你当提款机了，一句不满意就让你疯狂吐金币。那5万又没多少，那我多少也得显示下诚意啊。哎呀妈，啥牌子塑料袋啊？你啥牌垃圾袋真能装啊？都比脸干净，5万块钱没多少，没多少你自己出呗，问我借啥呀？搞笑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那个我咨询一下，门口咱不是4个窗口吗？就开1个窗口吗？半天不？啊，对。啊，那个啥，我上午来的，完了中午你们又休息了，我下午又排1个小时了。啊，今天人有点多啊，周日嘛，正常啊，你排着吧，别着急。不是，能不着急吗？你说半个业务请一小天假，那既然知道周日人多，为啥不多开几个窗口啊？其他工作人员呢？你如果着急啊，可以上网办理业务啊。不是，我这业务在网上办理不了，要不我不能上这来排队的。不是，你今儿再说了，门口那些大爷大妈他们不会网上办理，你说所有人都在网上办理了，那你们不失业了吗？不，你跟我说这么多没有用啊，这不是我工作职责范围内的。不在你工作范围内啊，那不好意思，在谁的范围之内，你能帮我去找个人吗？就这窗口能不能多开2个？这所有人都排队呢，你就排着得了呗，要不你就升个 VIP 啊，要不就排着。事真多。不是，我事儿真多，那你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问一嘴都不行，你是领导班的呀，这你不能问，那你干不了，那你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，那你搁这坐着干啥？你是门神呢？不是你、哦、我明白了，手办是吧？你是个手办。现在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这工作态度你们都太厉害了，你好好干啊，你只能早日退休。我觉得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骂人的啊？我骂人？我说脏话了吗？每逢佳节倍思亲呢。嗯，啥节呀？啊，情人节。你那是倍思亲吗？你那是闻欢遗香了。那打扮打扮呢，你瞅你照呢，那谁能相中你呀？一天穿的跟我老似的。电视剧狂飙看没看？
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？有气质有内涵的才能做大嫂，袒胸露乳露背的那种只适合上白金汉上班去，明白不？ OK 不 OK？ 喊啥不喊啥？咋的了？干啥呀？你是不是处对象了？咋说呢？那谁送你的项链啊？那钻那么老大颗呀？就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吗？好看不？这是我在德国买的 CMFY 的那个灵动之星小项链，才100多块钱。这店我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无门槛优惠券呢。还是品牌直发，正品有保障。那你链接发给我呗，我给我对象买一个，快点。我跟你说，送口红吧，色号容易踩雷；送戒指吧，尺寸你又掌握不好，对不对？送项链最好了，你穿啥衣服的时候，你不就搭配点项链吗？对不？而且说这是经典款的，还不如出错，礼盒装性价比高。大哥的女人可不用考虑性价比。谁说我想做大哥的女人了？我的梦想是成为大哥。我决定了，我租个档口卖鱼。哎，你怎么后反劲呢？哎，看那个世界杯期间吧，要上那卡塔尔去的。打工去，哎，我还看看电视剧，要上档口去卖鱼去了，哎，间歇性的踌躇满志，持续性的混吃等死，是吧？我悟了。你又悟了，你又悟啥了？没有物质的爱情是盘沙，那不用风吹，走两步散了。妈，那是你悟的吗？还沙呢？你那都是沙漏，老弟。那存款300块钱，交医保都差50，生存都濒危了，还想着精神层面的生活呢。有毛病的都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儿关啥门呢？姐啊，厅里空调遥控器呢？厅里空调坏了。那你自己搁屋里开着空调，关着门，你挺自私啊。我家我自私，你回家去吧。我这你家不有网吗？我给你介绍个活吧，老弟。啥活啊？又不累。完了之后又凉快，还挣得还多。啥呀？你上那个殡仪馆去上班去，当搬运工，抬人，白天800，晚上1600，钱不钱的次要，就是想让这个福田给你一种后背撒撒凉的感觉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可拉倒吧，那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可不去，我怕半夜有人站起来。哎爸，现在有人站起来，那还辅助你了呢，那你就直接就把手机掏出来录视频发抖音。我寻思这几年这么不好，会不会金融危机啊？哎呦我天哪，挣着卖白菜的钱，操着卖白粉的心呢。你那欠一定的债，你别说今年了，你年年你都是危机啊！别想那些没有用的了，跟你没关系啊。哎，你说同样的年纪，你看你高中那个同桌，你看人混的，你瞅你。姐，你可告我做人不要太攀比啊！我是告你不要攀比，但我没告你不求上进，你知道吧？你这样的，你说以后谁能跟你？我咋的了？那人靠衣服马靠鞍，再有钱上洗浴中心不一样啊？妈呀，那可不一样！人家有钱人的脚后跟都比你的脸细吧？你知道？人家没有衣服的装饰，人家皮肤也好。那百年之后化成灰总一样的吧？你是不是跟我俩抬杠？那能一样吗？百年之后化成灰了，人家都使那个紫金檀木的骨灰盒。你就使你们家那烟灰缸，要不酸菜缸，人家那个陵寝都10万一平，你连10000一平的房子你都买不起呢。你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太好啊？人吧，必须得优秀，你知道吧？你小时候学习不好是吧？跟你班的学习委员干起来了，他欺负你，老师反倒把你给骂了，然后你哭着回来跟我说那事儿，你还记得不？啊，那时候你就明白的道理，你自身优秀，全世界才会对你善良，老弟。为了碎银几两，为了三餐有汤。又受啥刺激？哎，你好哎！我不理解一件事儿，就是你说我朋友圈这些年纪轻轻就开豪车，又戴名表的朋友们，他们是哪来的钱呢？那一个个可励志了，你看啊。24岁718，这还有个24岁帕纳梅拉。你也行啊，你24岁能吃能拉，还能被窝里放屁蹦爆米花。你个人，你奋斗啊！那你天天躺着呀，不拼不搏，人生白活。像你这样的就白活了，没心没肺，就长个胃。那咋拼搏呀？我这再说，干啥都有风险。妈呀，那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的，光屁股来光屁股走的，你怕啥呀？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；赌一赌，摩托变路虎。我不也赌吗？
赌，不是打牌那个赌，不知天黑和天亮，天天就知道打麻将，啊，牌品进入上海把把都不落。不是你那啥，你不说你理财呢吗？你理明白了？你学明白了吗？上课吗？那我学的可多了。那我问问你，嗯，怎么把五万变成十五万呢？砰！二十万就杠呗。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唐僧啊，只能是摩羯座的，太抠了。咋的呢？你说那妖精想长生不老，你就满足他呗。啊、你搁那玩呢？割肉喂鹰啊？那不用啊，刀枪刺有没有？死皮有没？手指盖忍的死皮，脚皮总有吧？你抠块脚皮给那妖精吃呗。那妖精不就长生不老了吗？再说那济公都能搓村治病的，那怎么唐僧咋就不能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姐。那如果唐僧有痔疮，你要是大夫，你是选择放弃还是长生不老？哎呀妈呀，太恶心了！那咋的了？天天就给唐僧吃辣椒，哎，把它变成可持续的发展的生产力，那掏着了那就给你。回来了，姑娘。嗯。今天这咋样啊？哎呀妈，别提了吧，离老远我看着，我以为谁家煤气罐成精出来了。那家长得那个小的，有刚粗没刚高，除了屁股全是腰。他咋不去卖炊饼去呢？真的。那真是又粗腿短大屁股圆脸，身高一米二，屁股还占一大半儿。他那脸都挺大哈，你看他那个五官都挺小的，那眼睛哈就像拿刀片拉的似的，我全程都没看到黑眼仁啊。那满嘴的大黄牙，真的不知道以为满嘴千足心呢。他一张嘴跟我说话，那都不是口臭，那是腔子臭，给我恶心的，我也没招啊。我就说我晕车了，我就一个劲儿，哎呀妈，干预啊。我们吃的烧烤，那烤盘都被我吐成披萨了，那烤盘都被我吐成披萨了。你有房吗？我没有房，我儿子有，我儿子有四套房子。那你有车吗？我没有车，我儿子有，我儿子停一停车场车。那你有存款吗？我没有存款，我儿子有，我儿子给我零花钱我都花不完。那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啊？你得给我生个这样式的儿子，生个这样式的儿子。你说这现在这女孩都喜欢啥样男生啊？你说我之前处那几个，我都对他们多好了，最后都没成啊。我给你讲个道理吧，小弟啊。假设啊，打比方说，是渣男是人，舔狗是狗啊。人呢，吃完的鸡肉、鸡骨头给舔狗吃，狗不但不嫌弃，还觉得挺香。但是这鸡呢，就觉得让狗吃了，糟践自己了。啊，我好像懂。我以为好像没懂，这是这么说吧，有些人吧、你不需要为他花钱，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有钱，对吧？有多少人因为那彩礼最后就闹崩了？就打比方说，哪个富豪来娶我了，我还在乎他那30万、20万的彩礼吗？这都是给穷人设的门槛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努力，我若盛开，蝴蝶就自来呗？屁呀，有你那么胖的蝴蝶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舔一个。是舔狗，你舔一群，你就是战狼。姐啊，嗯，有人管我借钱。你都穷那样式的，还有人管你借钱呢？我前两天同学聚会，我不吹牛逼吗？我说我过老好了，我这现在。我教你一招如何体面的拒绝吧。行。你这么的，你就说你搁那个市府刚买了个别墅，完了现在资金周转不开，过一阵子。那我就说我换车了，不就一样？那不行啊，那不行啊！你说你换车了，过两天你还开着你这破车，那不行啊！你那房子不一样，你就说期房，3年之后下来，他还能撵你屁股后问你啊？那搞啊！我这就给他房。那个我刚搁市府那边买一套别墅，然后。现在钱有点紧吧，你买房子1000都没挣啊？他问你借1000块钱呢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小弟，你下回吹牛逼之前，你能不能读读书，看看攻略？那
你这朋友也有大病，真的是，他能信你有钱？真是的，光屁股拉磨。咋的啊？转圈丢人呗！真磕碜，妈真磕碜呐！快起来吧，真。